赶紧把家里的老式电笔丢了吧。电工师傅都在推荐的这款采光测电笔，现在都在用这种高亮测电笔，可以当成两用螺丝刀，一字头、十字头，带有磁吸效果，轻松把螺丝拧进去，携带便捷。高亮电笔测量零线绿灯高亮，测量火线红绿灯同时高亮，精准检测，还可测量电池正负极，同时还能测量电路通断情况，检测灵敏，顺着线往下走，可以检测线的断点，轻便小巧，携带方便。